想到啊，三个 vocal 在那，很棒啊，是的，就是我是真没想到爱心鸟能做到这么好，我以前还认为爱心鸟飞出去飞不回来，青年表演的太好了。Kalen 非常帅，很有味道。我感觉我如果是一个路人，我看了今天我也会变成他的粉丝。这组应该可以赢他们了吧？可以可以可以。不容易啊，一个 vocal。加油！其实我只有三天时间。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但是青年娜每天都跟我说你可以的，我为你自豪，你没有他我没办法完成今天的舞台。对， I understand the pressure, but seeing them still fight through it and still working hard and improving so much really makes me very proud of them.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号学员范振尔，如果你们感受到了我们 Funky 派对的能量的话，请为我和我的成员们一起撑腰，谢谢。大家好，我是二号青年。I just want to say, if you jump, I jump. Leonardo, 小李也是本领，你知道吗 ？Jack, I love you, Jack. 大家好，我是三号学员黄坤，我是哆来咪发八号学员。Hello， 大家好，我是五号学员何一俊，请为我，请为我，请为我撑腰，大家为我和我队友们一起撑腰，谢谢。时间到，我想说一下蒋敦豪，然后还有黄坤，今天看完之后觉得你们两个表现很好，然后超出我的预料。希望你们今后可以爱上舞蹈这个东西。我不用了，不用了，大可不必啊，放过，放过，放过。You guys really brought me back to like 70s or 80s back then, and Kalen, I've never seen this part of you before. 今天 so enjoyable and so attractive. Thank you. I can say that truly, most of the girl would fall into your smile.Thank you. Yeah, 很棒很棒。范真儿，哎，你长那么大个子，你和他站在一起，真的，就你们俩没有不协调，知道吗？就是因为一个很高，一个很矮，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含糊，太好了。就是我超级喜欢你们的舞台，就对了，你们超棒的。谢谢金姐，谢谢你们，谢谢金姐，谢谢金姐。我更喜欢这种就是朝自己非常不擅长的方向去努力，然后被看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好。而且我看到这上面写的是蒋敦豪每次跳舞之前要吃保护关节的药，这个、啊、有吗？是真的吗？因为我有很多舞蹈动作是跪下然后还要起来，就多了以后他这个关节磨损的会特别严重，所以就吃了一些保护关节的东西。行，那我们台下交流一下好吧。那你们俩都到了这个年龄了吧？